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展子，我是阿修。今天啊，阿修他说他有其他的企划，然后我就陪他来玩一下这个临时场啊。那这个临时场呢？我觉得这个还蛮有特色的。台中好像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这种临时场，它是比较潮的。来，大家看一下它的外面装潢，哦，有够潮的。它这个还有什么夜店的感觉呢？啊呜，这个名字也是蛮特别的啦。对啊，里面有我们的好朋友，就是这个。有没有觉得他很眼熟啊？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好朋友到底是谁。这个人，你看那个爆炸头，爆炸头，还有那个我们刚刚有没有跟那个外面的图案长得一模一样？我的墨镜借你戴一下，就一模一样，有没有？我有，我有。你自己也有？你在哪里？等我去拿。等你去拿。等我，没有。哦，真的是一模一样哎！你看那个头超有造型的啊，超帅的，有没有？哇，这一位就是我们之前合作过的鸟神，他也是打台超强的哦，专门打大货的。入镜一下，耶！阿秀，一起来呀，难得一起入镜嘛，耶！那鸟神，等一下我们就来玩看看这个场。OK， 先这样，我们去换钱。我们准备来打，哦，连这里都写阿雾。来换1000块，我们先1000块打看看这个新开的厂打起来怎么样？我们来稍微绕一下场，其实还蛮宽敞的啦。不知道这边有几台哦？好像80几台这样。80几台，路线不会到很奇怪这样。这边在什么路啊？军服15路，军服15路，就是大概是在北屯啊。好，准备来开打了。这个看起来好像很崩哎，我先夹这个看看啦。来，先直上直下看看。随便就出哎，再来。感觉这边也是啊，整个都是很崩哎。好爽啊！来，再来，这边也是快崩了，来喽！啊，这次三个了，所以30块几个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个，30块7个哦。继续换下一台，继续打。那个草莓问，草莓的应该站门口那个是不是？对啊，前推一下，前推捏就有，摸一下应该就有了吧？对啊。太慢按了，下放了，直接外丢啊，再来。那个黑色是什么口味？巧克力，来试一下。差一点，没有摸到。再来，有了。30块，30块两个也不错啊。好了，这一次换阿修来打看看，换我试看看，我觉得应该是这边的。抽到了，虽然是随便出啊，对啊，10块，他写日文，感觉就是搞期货的感觉，感觉就还蛮厉害的，要不要几拍啊？可以试看，11人4甩出，哦，所以这边是2拍，到底是3拍，应该是，我先斜甩好了，太慢了。有机会弹出来耶！哇，不然你把它拨到旁边去了。2个，先指上指下，挖它的，捏它脖子看看，爪力是蛮强的。直接这样子也可以出。来，假看看这个清洁剂，清洁剂是不错，看起来不错，日文高级货的感觉。有了，10块，水哦，还要吗？下一台好了。可是枪位打掉了，我再试个，你再试一下，苦逼一下是不是？有机会再来哦。
又来了，又来了，三十块两。反正这一台就是用翻屁股的方式在玩了、啊。没错。呜呼，赞！我最喜欢吃洋芋片了，当然要打洋芋片台啊。试一下，试一下。这一台的爪子比较小一点点，那是新口味吗？好像是限定口味的样子。哎，十块就出了，再来。Yes. 好像直接那边就两拍了，再十块，海苔那个，海苔再来，四十五度，手都会崩出来的，下面还有辣味的，有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再来，摸一下就好了，出了出了，可以。要带啊，起司也来一个好了啦，起司起司，这个这个。到。走了吧。No。去了。哇，出来。下来了。OK 了，我想要吃这个帝王蟹啊。帝王蟹。哦，我想吃帝王蟹。谢谢你们，好，再补一下，正前方还有枪位嘛？枪位不见再说。可以哦，又有了。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，退着了。很香、哦。太饱了，太饱了。有了吧 ？No。那我就要抓到后面的、啊，你要换抓后面是不是？对啊，没有。夹后面撞出来，夹后面往前推，这样有办法吗？你觉得？哎、欸，接下来就补位吗？好啦，夹正前方来补位，直接进攻了，直接进攻。哦，哎、欸，来夹这个好了，如果夹出来送观众，送观众。哎呀，那个玻璃。很可爱耶，小朋友应该很喜欢吧。快丢！哎、欸，要出来，要出来，要出来！这也太弹了吧！让它弹，转一转，转一转，直接转出来了。不行、欸！真的，这咕咕咕咕是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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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来了，跳台的概念。耶！好，来夹一下这个积木给送给小朋友好了，小朋友应该也是喜欢的。这积木是在外面蛮贵的、啊。嗯，看起来是正版。勾到了，勾到了、欸。直接勾就出了，是，那再试一下这一个，试一下红色那一个，看啊，哦，直接也可以这样直接弹出来耶，那蓝色那一个啊，贪心了，开始膨胀了，膨胀了，可以哦，来试一下，再试一下。慢慢的接近就对了。哎，今天差点要弹出来，要抓那个粉红粉红粉红来撞一下，是不是？对啊。哎，那直接摸嘞，压住你就摸得动吗？摸不动。你说捏深一点了，哦，有了，五位这样就过来了，哇，三个三个可以送观众多一点了，然后再换下一车了，龙虾片，刚已经满车了，继续打看看，再来再来。
太简单了吧。你捏到香味来了，香味来了，香味哦。出了吧。 Nope、哦、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太多了，开不起啊。有了啦，有了啦。老师，我都开不了，换你。我帮你，我帮你，帮我，帮我。哎、欸，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！你要往后面吗？冲啊！冲！哎哎，太衰了吧！刚刚没有翻到，太好笑了吧？差一点呢、啊！哎呦！有了，有了，有了啦，有了啦！不是啊，这个阿修，你看到卫生棉也想加，这个卫生棉很呛哎、欸！你用得到、喔？好啊，你用得到就行。用不到啦！哎呦，哎呦，没抓到！你是看到枪味就很痒，是不是？都觉得很呛啊！哎，有了，喊出来！好了，你是手痒还是哪里痒啊？哪里痒？没有痒，没有痒。跳跳棉花糖吃了会不会？跳跳跳！来试一下，直上直下，前面那个感觉，直上直下。上直线，出了，有了，再继续夹那一个蓝色的吗？蓝色的，插在那边，出了，出了，哎，滚 ，Nope。今天都喜欢停在那里、欸、都停在什么位置啊？可以 OK， 不要吃冰淇淋。冰淇淋，我很喜欢冰淇淋。吃出来，炖出来，炖出来就好了。Nope。还是一个用摸的，一个就好了，一个就好吗？嗯。哎、欸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我有点贪了，怎么办？可是有点空了，空了、喔。对啊，好，算了，就先这样。卡拉木柱交给你了，上面的会不会解除啊？直接来看看。喂、欸，有机会啊、喔。它爪具是密的、欸。就来直接出，对，直接捏那个，捏那个墩，旁边墩就直接出了。哎呦，捏太多，捏太多，那下面的可以吗？哎，有到那边，可以哦。那个快出了，再试，再试。挡板旁边那个，那个？对啊。哎，出了耶！快两个。啊，他跑掉了。像那个小弟弟，有一个小弟弟哦，夹这一台没有夹到，然后有点失望的样子。我现在来夹一个送给他看看。来，推上，推一下，捏一下就有了。他要拍 YouTube。有了，有了。来，我们去送他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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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弟弟在哪里？弟弟在哪里？弟弟，这个刚刚你姐还有这个，谢谢谢谢，不会，真有爱的画面。最后要打什么好？你要吃这个、哦？你想吃这个、哦？好，来来来，有了，再夹再夹。补一下 ，OK， 两包。哎，弟弟就在旁边看了、啊。对啊，他就是在旁边看。你们是一起的吗？对。那一人一包刚刚好。谢谢。那、你的频道是什么？我叫小展子，
小胆子你去查一下，记得订阅我哦。好，拜拜。耶、yeah, 我们夹了两车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好像可以有抽奖活动，我们来问他一下好了。哎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，是有什么抽奖活动？是不是我们打30样可以抽一次30到1000的脑台电，直接抽奖就对了。对对对，所以我们就是数一数看有几样，然后可以抽奖。对，这样几样？60，然后刚好60哦。对，刚好。啊，所以可以抽2次，抽两次。对，我们来试一下。那等一下我抽一次，阿修抽一次好了。好、啊，没有问题。先生只是30，来阿修换你。好，我来一个。哦，500块，真假的？500块，你也太爽了吧！打台金，哦，好爽哦，500块打台金。对，哦，真的运气真的太好了，太了，我难怪你今天手气比我还好哎。哦，握手一下，谢谢。嗯，1、2、3、4、500，我还有530块耶、啊 yeah ！你也会拍片嘛？啊，就用这个打海金拍片喽。好，那就交给你喽。500块耶！我记得要来看阿修的频道，他的影片哦。没问题。好，我们今天夹了两车，1000块夹了两车。那我刚刚有答应说要拿出去抽奖嘛？抽两位出去送那个积木，这个积木看起来蛮好的，送给小朋友这样子。还有一组这样子。抽两位这样子，各一位，4样2位这样子。好 ，OK，、哦、我们就这样子把它抽出去。记得订阅我，还要影片按赞10000观看。那要留言留什么嘞？哎、欸，阿雾嘛，我们就留言阿雾，直接阿雾。那我们在下面留言阿雾，然后一段话，我们就把奖品抽出去送给大家。记得订阅我，订阅我小胆子，还有阿修。那我们下一次影片见喽，大家拜拜。拜拜。